那讲。夏天我我前些周来买雪柜被害死我妈妈，我只是希望伊会当为伊所做诶代志付出代价，得让我来点一阵啊，看昏的，卖个想要害人啊！我真正毋知影代志会发生甲安尼，拢是我，拢是我害。都是我把阿妈害死的，都是我害死的。阿娇，这不是你应该承担的责任。好了，先看，来。阿娇。我知影，你连这所有代志拢是你引起的。阿母，你敢有想过，卡住当初你阿妈用别的方式苛刻你、提醒你，卖这么偏激，这么不择手段，反正后来的一切都会发生啊！你嘛当较早，甲天佑放下，找到属于你的幸福。我阿妈若是会晓安尼想，但安尼你之前就袂做我的爸爸，嘛袂到阮妈生活二十几年啊，敢毋是？忘唔掉，你阿妈就是个当年对我的方式，用来添油幸福丁。二十几年啊！你阿妈还是无改变，我爱讲，你无共款，你已经改变了，所以你无需要搁只创哦，拢来我家己身躯顶。我知影，我应该爱为好的方面去想，啊，不过我就是做袂到，真正阿妈骂我。我拢感觉迄是魔音传哦，啊！不过即摆我只要一想到，以后我拢听无啊，我迄心就痛到要袂喘气啊！那即摆是安怎啦？明明是爱伊去安慰不可爱，那等到让伊哭到够凄惨啊！无人希望你阿妈今仔日这款下场，是你阿妈为了家己舒适，无顾别人性命，迄时阵开始，伊就一步一步走向毁灭。这不是想唔到，是家己选择。卡出迄时阵，你无工作正常，今晚都在太平间，对天佑跟宇飞啊。啊！不过我从来都无希望任何人死啊！我无。阿姐，你做出勇敢，你现在是正确选择。我敢不服。当然。啊！若无你即马就要面对天王跟宇飞殉情的比较啊！我相信迄个时阵，你会比即马更加痛苦，更加无得承担，一定后悔。因为伊毋若是无辜的受害者，更加是你的朋友，敢毋是？我毋对，我即马确实感觉对得起我家己的良心啊。啊，毋过我说对不起阿妈，因为我把阿妈害死啊，我害阮妈变做一个孤儿啊。阿强啊！你别看你妈，外表安尼赤牙牙，
其实一定不是真坚强，虽然我让你阿妈利用伊控制伊的人生，啊，不过也是真需要你阿妈，就是因为安尼，伊才无得离开你阿妈。讲起来啊，真的是你比你妈更坚强。所以啊，所以是我害失去我哥的啊。就算今仔日是这种结果，总有一天，你阿妈还是会离开的。啊，不过我看伊即摆这尔绝望，我着感觉足罪过。我想，阮妈伊一世人拢袂原谅我。你阿妈即款下场，何止是要来接受？所以，才把所有怨气拢出在你身躯顶。阿爸要讲，这只是一时的。你骂我爱你，我相信你真清楚。但伊冷静落来，伊就了解你的苦衷的。伊敢会了解？阿姐，你敢知影？在恁妈失去你这二十几年来，只要伊睏起，伊就做噩梦，伊梦到家己死去来找你。你想，这种生活有偌辛苦？怎么你阿妈走啊？伊身躯边都有恁爸，就剩你啊。而且，伊这么怨恨，有一部分是责备家己啦。最爱讲，莫想遐尼多。这段时间是过渡期，知无？那安尼，我即摆是应该安怎才好？我根本就无迄个勇气去面对阮妈。这时阵啊，你只要勇敢面对，耐心忍受。这段时间你可能会较辛苦，但我放心，我会随时在身躯边。这是我的选择，我一定会坚持下去。不该，加油！我相信你做会到的。喂，你保证？你只是在做梦尔，吼！你来要创啥？我歹看到你，恁阿爸是互你害死的，你是害死恁阿妈的凶手！你走，你走，我歹看到你！靠啥？你有啥物资格哭？你这是要哭给谁看？你找你遐朋友啊，莫来找我。亲像你这款白骨走仔，我唔敢滴。狗杂！Yuki， 你妈不知怎害死的，你妈怎么哩？作恶多端，害我这样告破林某。伊将付出代价，是替家己赎罪。无毋对，伊死啊真凄惨，啊我害死人，毋是孤我无辜。好啊，那恁大家拢去找讨命，我嘛是共款，我的命有哪做伙偷偷去好啊？不过你要好吃点爱，你
你哪怕是让你害死，遐所有的人命，你有哪有一半的责任呢？也唔过你竟然做谋杀，对你阿麦头去惦记，你真正是有够不好的。我真正有够后悔认你，我是安怎要甲你这查某囝认同啊？尤其尤其，莫这么激动啦！你听我讲好不好？你这世人做上正确的代志，就是把爱情找回来。因为这世间上唯一该恨你上的人就是伊啊！你个清醒，若是无爱情，你就什么拢无。可奇了，你敢不是为哪做忘我的？你应该甲所有的人同款，站在同一边，至少我甲我等着他。想怎你这摆站在这里关心我，靠近我？无得看，因为我甲你做伙生活二十几年啊，我无可能，我无可能我真无爱你。虽然我冇忘恩你，但我嘛希望你面对错误，重新做人。你看阿姐，应该够自信啊，伊知家己做唔对，嘛心生自卑啊。虽然真痛苦，阿唔过伊有家己人生，伊就袂当为爱情身份顶乌流沙。我无伊这款查某囝，恁即马人济，伊就死过我大边，亲像伊这款自私的查某囝，我无伊啊！妈，妈，我无死过我大边啊！我一直拢徛在你这边啊！我无爱听，我无爱听。我们不会看到你，你给我走。Yuki， Yuki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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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真是太激动了，来，先倒下好不好？你想要对尤其创啥？尤其心情想要激动啊，才要昏去，我要回倒落去。我会替替我家己的照顾，一定是你啊！那只讲一挂刺激的话，伊才这么激动。无代志啊，莫听尤白讲啦，有代志我处理就好。那呢，我妈呢？你处理好势未？你有甲救出来无？警方伫咧火场找着妈的时阵，已经无喘气啊！去白医的时阵，因宣告死亡，即马在太平间啊！我要亲妈就看到伊，你冷静的啦，你安尼袂看见啦。我袂记得。好了，勇气，勇气。好，你答应我，你较冷静，我亲妈陪你过，好不好？是不冷静，我陪你过。